什么样的香水？圣罗兰的。你稍等一下，这个是你卖的吗？还是你干嘛的？哦，是你卖的吗？啊，多少钱一个？两百元。300，哦，这么贵，1000多，给你看吧。好，下次，怎么1000多了？1000，啊，我知道，你是便宜的。下次，我现在不买，我现在有的，有很多，我家有大概3个，3个不一样的。这个行啊，现在不买，没钱，啊，没钱。下次，不买，下次，没钱，下次，150，不买，150用吗？嗯，不用，150用吗？不买，没钱，啊？1000，什么？没钱了。我不买啊，不用，拜拜。